谢谢谢谢，我车子来了，我马上离开。那个妈妈要不要上车？这个服务太好了吧！2468，哇，这个服务太美了吧！啊、那边也可以，那边也可以，那个位置也可以，那个位置也很漂亮啊。下面那个位置，下面那个位置也很漂亮。哎，这边比较亮，对。哇，都可以，坐着也可以，坐着，坐着自然，好吧，好吧，都可以。一二，室友，好。对呀、啊，好，我们往那里走。我们往那个方向走。好好好。OK， 很好，一二，看我，耶、yeah, ，再来一个，啊，要一定要隐藏的 ，OK， 我今天摄影，我摄影，对对，好，你们要合照是吧？来，你们这几个合照一下，来来，他们刚刚有照过就 OK 了，还要再进来啊，好好，一二，好，再来一个。OK， 好。这个地方哈，随便找个位置拍都很漂真的，好，来，哇，睡哦 ，good， 好，很好，你儿子很帅呀、啊，啊，哎，你怎么在人家叫我言承旭？我说言承旭是我儿子，哈哈哈哈。哪一个？啊，林志颖啊，差不多了，那个准备取回来了，对对对对。严正旭，你们家有奖一点吗？我家没有。没有。好。对呀、啊。那边就美国了，哎，只要
只要可以游泳，现在游过游到美国去了。对，哦，你顺着这个洋流啊，你要向北边走，向北边经过日本，还再绕一圈。来，慢慢慢慢跟着，哇，好啊。怎么走都黑，哎，这样可以哦，哎，好好，来，这个可以，好，你们三个，一、二，很漂亮哦，睡哦，大一点，人大一点，一二，好，很漂亮，来换人。哇，这个老公真幸福啊，啊，被美女环抱啊，啊，这个我羡慕，因为我没有女儿，超级羡慕的，一二，啊，我们只有这两个臭儿子，真的，哎，老天也是很有眼光的，他只要给他女儿就给他财富，那我两个儿子我就没钱，很惨的，好了，已经拍好了，再一个，一二，啊，再一个来。好，一二，不会，啊，大一点，一二，好，睡。嗯，我们去欣赏一个美人山。对呀。好惨啊，好，一二，看我咯，哇，好漂亮，现在是哇，好美好美，一二，睡哦，半身的，一二，哎呀，很好， OK， 很好，走。可以养肝固肝的，哎，好漂亮！哇，很厉害哦，很强哦。哇，厉害厉害！那个就是千元钞票里面的植物。鸡脚刺来，耶，好。当然，越前面越漂亮。哇，好强哦！好，过来哦。小心啊，不要掉下去哦。别怕啦。走原路，走原路回来。好，看我，看我，一二，耶，是哦。美了吧，哇，
超美的。好，你们可以走过来咯。等一下啊、你是做得到的。好，高普林的不要。这个在四只脚爬了，四只脚爬了，OK。只要不摔都没事了，不要摔下去了。好漂亮啊，真的好美啊。随便拍随便美，走，真的很漂亮。哦，美哦，妈妈嘞、啊啊？喂，看到我的镜头，耶耶 ，OK， 好，小心，百合花很多，野生的呢？对，铁炮百合。对，白色的铁炮有，我跟你人家是来挖山药的，很坏，所以现在我都不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是不是郭东打的？
好，上车了。好，洗手间在前方。你们的左手边是火成岩啊，右手边都是砂岩泥岩。可以做粘土。哎，对，高岭土可以做那个水泥材料。这个不是柿子，这是一个中药，那个名字我也想不起来。好可爱。好，你们往下走，我来摄影一下。不理我的状况也是很美的。有一次，我怎么发现这个爱心的？好，我们去史蒂平拍照好了。史蒂平很漂亮，其实这个角落哈，那个中间凹处都很好拍照。单面山，我也没带。你们上是一个寝室吗？对，嗯。没有楼梯吗？是一个学校的。他会自拍。来，我请站着。哪一边比较好下去？这边也知道。来，过来这里，过来我这边。露营都会了。
对，什么叫海无穴？那个我刚刚讲了，在河床上面一个洞一个洞，是因为河床过去在那个位置，结果撞击了。现在，对，这边这个就是我们的海湖穴。那个撞。漂亮啊，这边这边真的是漂亮，超级美的地方。对，真好，行程结束要飘雨了。好啊。